身边人受伤刺痛，倘若把人绊倒不易主导，如果我执意走偏差路径，恨切求主宽恕。诗篇三十五篇十一至十八节，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诗篇三十五篇大卫三次祈求中第二部分十一至十八节，讲到诗人旧日有人以怨报德，诗人在有人有病的时候为他们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视朋友为弟兄母亲，为他们屈身悲哀哀痛。然而当诗人在患难中，有人却欢喜，聚集攻击诗人，将他撕裂。所以诗人求神救他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最后大卫以感恩赞美作结，诗人说，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你是不是同样经历被有人以怨报德的冤屈？
此刻你亦都可以向全知的神发泄心里面的伤痛，并学习诗人完全的信靠和赞美，认定上帝。民数记四章至五章。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你要按宗族和家系统计利未人中哥核子孙的人数，登记三十岁到五十岁可以在会幕司职的男子，他们在会幕里管理至圣之物。拔营出发的时候，亚伦父子们要进会幕解下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幔子，用它遮盖约柜，再在上面依次序盖上海狗皮和纯蓝色的布，然后穿上抬约柜的环缸。要在摆放供饼的桌子上铺一块蓝布，将盘、碟、杯和献酒用的瓶子摆在上面。桌子上要有供饼，这些的物品上面要盖住朱红色的布，再盖上海狗皮，然后穿上抬桌子的环缸。要用蓝布将灯台、灯盏、蜡盏、蜡盘和装油的器皿全部都遮盖起来，再在上面盖上海狗皮，然后放在台架上。金香坛上面要盖蓝色布，再盖上海狗皮，穿上抬金香坛的环缸。圣所里面一切器皿都要用蓝色布包好，盖上海狗皮，放在台架上。要清除祭坛上的灰烬，铺上紫色布，然后将火坛、肉叉、铲、碗等祭坛的器具放在上面，再盖上海狗皮，穿上台祭坛的环缸。拔营出发时，哥核的子孙要等到亚伦父子们将圣所和圣所的器具都盖好后，才可以离台。他们负责抬这些会幕的器具，但不可以触摸这些圣物，免得死亡。亚伦祭司的儿子以利亚撒负责管理整个圣幕和里面的灯油、香料、素祭、膏油等一切物品。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不要让哥核宗族在利未人中灭绝，他们走近至圣之物以前，亚伦父子们要先进去指派他们做什么、抬什么，以免他们死亡。他们不可以进去看圣物，一刻都不可以，免得死亡。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按宗族和家系统计格顺子孙的人数，登记三十岁到五十岁可以在会幕司职的男子，以下是他们负责的事务。他们要抬圣幕的幔子、会幕、会幕顶盖、顶盖上的海狗皮、会幕门帘、围绕圣幕和祭坛的院子的堆幔、院门、门帘、绳索等器具，还负责其他相关事务。你们要将任务分配给格顺的子孙，他们要遵照亚伦父子们的吩咐施职。这个是格顺宗族的人在会幕里的职责，他们要按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吩咐施职。你要按宗族和家系统计米拉利子孙的人数，登记三十岁到五十岁可以在会幕施职的男子。
他们在会幕里面负责抬圣幕的木板、环山、柱子、带粒槽的底座、院子四周的柱子和他带粒槽的底座、橛子、绳索和其他相关器具。你们要将当台的物件一一指派他们。这个是米拉利宗族的人在会幕的职责，由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监督。于是摩西、亚伦和会众的首领按宗族和家系统计哥辖的子孙，登记了30岁到50岁可以在会幕司职的男子，共2750人。这些是哥辖宗族在会幕司职的人数，是摩西和亚伦照耶和华的吩咐统计的。按宗族和家系统计，格顺的子孙中30岁到50岁可以在会幕司职的共有2630人。这些是格顺宗族在会幕司职的人数，是摩西和亚伦照耶和华的吩咐统计的。按宗族和家系统计，米拉利的子孙中30岁到50岁可以在会幕司职的共有3200人。这些是米拉利宗族的人数，是摩西和亚伦照耶和华的吩咐统计的。摩西和亚伦和以色列人的首领按宗族和家系统计的利未人的人数，30岁到50岁可以司职，搬运会幕器具的利未人共有8580人。照耶和华对摩西的吩咐，每个人都被统计在内，都有指定的职责和当台的器具。这样照耶和华对摩西的吩咐，人口统计完毕。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将所有患麻风病、漏症和因为掂到死尸而不洁净的人，无论男女，都送到营外，免得他们玷污了营地，因为我住在其中。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对摩西的吩咐，将这些人送到营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将以下条例话给以色列人听，无论男女，若损害其他人，就是不忠于耶和华，就是犯罪，那个人必须认罪赔偿损失，并且必须加赔五分之一。如果受害人已死，又没有可以接受赔偿的近亲，赔偿就属于耶和华，要归祭司所有。那个人还要再献上一只公绵羊为自己赎罪。以色列人带来奉献的一切圣物都要归祭司所有。各人奉献的圣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祭司所有。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将以下条例话给以色列人听，若果有人怀疑妻子出轨，暗中同人通奸，他是没有证据，在无法确定是自己疑心或是妻子不忠的情况下，他要带妻子到祭司那里，同时为妻子带去一公斤大麦面粉作为供物，不可以在上面晓油或加乳香，因为一个是因疑心而献上的素祭，要证明他妻子是有没有罪。祭司要将那个妇人带到耶和华面前，用陶器装一些圣水，从圣幕的地上拿一些尘土撒在水里面，然后让那个妇女站在耶和华面前，解开她的头发，将那个素祭放在她手里面。祭司要拿着带给罪人咒诅的苦水，叫她发誓。祭司要对她说，如果你没有出轨，没有背住丈夫同人通奸，就不会被一个苦水所害。如果你曾经出轨，背着丈夫同人通奸，你饮下一些苦水之后，愿耶和华使你大腿消瘦，肚腹肿胀，不能够生育，使你被同胞咒诅和唾弃。他就要说，阿门，阿门。祭司要将一个咒诅写在书卷上，再放在苦水里面将字洗掉。祭司要让妇人饮一个可以带来咒诅的苦水，不忠的妇人饮了之后肚就会感到剧痛。
祭司要从妇人手里面接过她丈夫因疑心而献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然后带到祭坛那里。她要从素祭中拿一把面粉作为象征，放在祭坛上焚烧，然后叫那个妇人饮下苦水。如果她曾经同人通奸，背叛了丈夫，这个可以带来咒诅的苦水进入她体内之后，会引起剧痛，使她肚腹肿胀，大腿消瘦，不能够生育，她亦都将被同胞咒诅。但如果她是贞洁的，没有同人通奸，就不会受伤害，仍然能够生育。这个就是处理丈夫怀疑妻子不忠的条例。遇到妻子背着丈夫同人通奸，或是丈夫怀疑妻子不忠，就要让妻子站在耶和华面前，由祭司对他执行这条条例。无论结果是怎样，丈夫都无罪，但妻子若有罪，必须承担罪责。上帝是秩序井然的主，他吩咐摩西和亚伦要按宗族和家系统计利未人中哥核的子孙、格顺的子孙、米拉利的子孙，登记30岁到50岁的人数，并吩咐每宗族的子孙负责圣幕里特定的岗位和职责。上帝对每个圣职都有详细指示，不单单是职务，好似司职的人数、司职的先后次序，更加是职权和职责都有明确指示。这些哥核、格顺和米拉利子孙的圣职人员，要遵照大祭司亚伦父子们的吩咐，指派司职和接受监督。例如当哥核子孙走近至圣之物之前，亚伦父子们要先入去指派他们做些什么、抬些什么，以免他们死亡。正如昔日在会幕司职的利未人有明确分工和需要顺从上帝吩咐职权和职责的指示，今日上帝对教会都有同样的心意。求上帝怜悯我们在个人主义文化影响下的信徒，不单止没有尊重顺服上帝所拣选和差派作主圣职的领袖，更加因为自我利益肆意僭越界线，公然或者暗地里反对神的仆人。求主怜悯赦免信徒未能够彼此顺服，各肢体未能各尽其职，以致未能同心服侍建立基督的身体。马可福音12:18-37，撒都该人向来不相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老师，摩西为我们写下律例，如果一个人死了，遗下妻子，他又没有儿女，他的兄弟就应当娶他的嫂子。
替哥哥传宗接代。呢度有弟兄七个人，老大结咗婚，冇孩子就死咗。二弟就将大嫂娶过嚟，亦都系冇孩子就死咗。三弟亦都系咁样，一连七个人都系冇留下孩子，最后嗰个女人亦都死啦。咁样到复活嘅时候，一个女人将会系边一个嘅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佢。耶稣话：你哋搞错啦，因为你哋唔明白圣经，你都唔知道上帝嘅能力。死人复活之后，将唔娶唔嫁，就好似天上嘅天使一样。关于死人复活嘅事，你哋冇读过摩西书上有关火中荆棘嘅记载咩？上帝对摩西讲：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你们大错了。有一位律法教师听到他们的辩论，觉得耶稣的回答很精彩，就走过去问他：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呢？耶稣就回答：最重要的诫命是，听啊，以色列，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全心全情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要爱邻如己，再没有任何一条的诫命比这两条诫命更加重要了。那位律法教师说：老师，你讲得啱啊，上帝只有一位，除他以外别无他神，我们要全心全意全力爱他，又要爱邻如己，咁样做比献乜嘢祭都好。耶稣见佢答得好有智慧，就话俾佢听：你离上帝嘅国唔远啦。此后冇人再敢问耶稣问题啦。耶稣喺圣殿里教导嘅时候，就问大家：律法教师点解话基督系大卫嘅后裔呢？大卫自己曾经受圣灵嘅感动，话：主对我主话，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伏在你脚下。既然大卫自己称基督为主，基督又点能够是大卫的后裔呢？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感谢上帝的信实，耶稣就是上帝应许从大卫后裔所出拯救他的选民的君王。然而基督却比万有都大，大卫自己亦都要称基督为主。因着上帝对大卫的应许，神子耶稣成为人子，不但谦卑作人的后裔，更加不断被不同的宗教政治持份者恶意挑战设计陷害。先有祭司长、律法教师、文士和长老，后来又有向来不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对于撒都该人用人伦关系的挑战，想捉住耶稣的错失，耶稣不单止没有跌入他们的思维逻辑陷阱，更加以卓越的智慧纠正他们对上帝和天国的错误观念，指出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超越人类对时间空间的思维和任何人伦的关系。感谢耶稣为世人经历短暂充满限制的苦海人生，即使在各种危险、困难、逼迫之中，他活出了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邻如己，并且带给我们不再受时空限制的永活丰盛生命。
箴言十章二十六节，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噪倒牙，如烟熏目。根据启道本箴言注释，懒惰人不想工作，猜他做事的人只有受气，好似噪倒在牙里面，烟熏在眼里面，咁唔好受。所罗门善恶互论的箴言提醒世人要小心顾人，不然自己受气受苦。求上帝帮助我们在工作、在教会服侍用人的事上有智慧。三月五号灵修思考问题，民数记五章六至七节，你把以下条例告诉以色列人，无论男女，若损害别人，就是不忠于耶和华，就是犯罪，那人必须认罪，赔偿损失，并且必须加赔五分之一。你在哪些地方损害亏负了其他人呢？上帝明确指出，损害别人就是不忠于耶和华，就是犯罪。求神光照你的内心，在全知的神面前承认你对别人的伤害，并向神、向人认罪。亲爱主，求你赦免我们对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令到别人受到亏负、亏损。愿圣灵提醒和显明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求你赦免我们所承认的过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